终于太阳出来了，今天是5月11号，我现在把这个遮雨棚拉起来，做一些透气。这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要往内凹，这边要平滑，这样就不会像上一次哦，因为一时的忽略哦，让那个水哦积到这里哦，它倒扣的话，它这里就很重，然后就把整个这个雨棚哦就给它压垮了。好，目前来看看我们的那个呱呱哦，长得很可爱哦，欣欣向荣，每个叶子都有一个，应该就是说水分够，营养够了哦。你看，就碰多碰多。而且它颜色不会很深绿，深绿就表示什么？绿到发黑表示什么？太肥了，肥料太多了，那个其实并不好。啊，继续工作，向内卷，拉伸。